开始喽。阿根廷前面要加几号啊？国家区号好像是54吧？54号。对对对。请问你是第五站先生吗？是，我是。请问哪位？爸爸。你是？雅玉，你的儿子刘雅玉。可以跟你见个面吗？没问题。在哪里？台湾。可以。西街咖啡店。好，明天这个时候，西街咖啡店。什么？我们到时候见吧。现在报时，台湾17:30，气温摄氏28度；阿根廷6:30，气温摄氏10度。由现在开始，由一数至86400，雅鱼的爸爸第五阵就会出现。阿根廷西经71度，南纬32度；台湾东经122度，北纬23度，相距8167英里，相隔一个北太平洋。这么远，24小时之后，他能够来到这里吗？17年前，这个人从西街无声无息的消失。17年后，我们一通电话，他说来就来。雅鱼的爸爸，西街的传说。要来了，已经确定了，麻烦你核对一下资料。本来不想订那么早的班机，可以让你多睡一会儿。可是为了要配合当地的时间，小黎，啊，怎么啦？妈咪在跟你说话呢。哦，我有听到啊。都确定了，如果没问题的话。航班起飞时间是这个礼拜六早上7点。啊，这么快？只剩下3天的时间了，要开始准备东西了。兴奋的你呀，他会不会已经来过，以为我不在啊？买大一点，里面可以多穿一点衣服，买小一点又比较合身。小黎啊，你去试穿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妈妈，我这些衣服都已经试穿10几遍了，我快热死了啦。好啦，我替你选啦。那你去看看，有些毛衣啊，有没有喜欢的？我选的你一定不喜欢呢。妈，你选的我都喜欢，随便你啦。好，哎呦呦，哎，先等一下。喂，啊，对呀，就是礼拜六啊。真的？哇，你真有心哎。你等一下哦，我现在有电话。等一下。你舅妈要当你送机呢。喂。哦，对呀。要多少天吃饭啊？对不起，今天晚上不行哎。哦，我再跟你联络，好不好？啊哈，好，拜。喂。哦，那我们就说礼拜六。对，好，时间我再跟你讲，好不好？嗯哼，好，拜拜。小黎啊，你怎么啦？身体不舒服啊？哈？没有了。不是约好宝宝在外面等了吗？不是要去外婆家了？走了吧，走了。你帮我想想看哦，东西买齐了没有？我总觉得好像少买了什么似的。妈妈，啊，不要着急啦。我怎么能不急？礼拜六你就要走了呢。哎，你大爷真是的，准备的那么急啊，我连东西都来不及准备呢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你爸说好了，圣诞节我们一定会去看你的。
连圣诞节都不让我回来吗？你爸要你认真念书，日用品我会多帮你准备，这样子你就不用出去买了。你要记得哦，晚上千万不要出门，伦敦那边很危险的。妈妈，要管就不要送我走啊！你还责怪爸爸？你不是一直都很听他的话吗？天下有哪个母亲愿意把孩子送走啊？我若替自己想的话，我就把你留在身边，免得牵肠挂肚的。妈妈，小黎，不管我多么的舍不得，我相信这么做是为你好的。啊，体温计，你在收音机那等我。妈妈，我跟你去了。不要急，爸爸马上就来了。爸爸的车子一到，就没有办法跟恩人王接触了。来了来了，走。走了啦，外婆在等我们呢。要买了吗？都买了。接机的人都联络好了吗？联络好了。你的时间真的弄得好赶哦，我都怕什么东西哦买不起。不过那些日常用品我都买了啦。那边都会有的啦。我知道都有啊。刘雅鱼，你放心，天亮之前我会把他送回来的。从这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方。嗯，哪里都可以吧，地球是圆的啊。也许吧，一直走，可以走到非洲，走到美国，走到英国。我不要去英国。希望从这里一直走，也许可以走到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。你和姐姐说还看得到目标，却找不到通道。也许他一直走一直走，可以走到他的目标吧。王星、艾森斯、大贝，往这里一直走，也许可以走到他们的终极理想。老板娘一直走，也许真的会看到你爸爸。像大雨快乐，优雅鱼一直走会走到哪里呢？如果走真的那么容易，为什么我一直只困在西京？有一天我突然做了一个很幼稚的梦，我们大家突然都飞上天了，但是我却飞不动。原因是我的脚给锁链给锁着，但是是谁锁的我就真的不知道。如果是蓝玉璃一直走会走到哪里？哪里都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我想跟你一起走。离开我的时候却没舍不得，我真的存在着，我一直站在这，不管是风的记得我守着。我回来了。爸，我今天啊做了一件好事呢。这样子好了，我做饭给你吃。银河银，一起吗？一起跳下去。
所谓，我不相信什么轮回，我也不相信永生。人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想用我仅剩下的躯壳跟你实实在在过日子，可以吗？可是你抱着的是一具死尸。没关系，我给你温暖。我求你放过你自己，你并没有死，你只是累了，想找个地方休息而已。你为什么不留在我这里呢？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面对，让我当你的避难所好吗？我不会让你再逃避下去的，无论如何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会抓着你，我要让你再活一次。傻帽，秦望，你不也是满身伤痕，千疮百孔，你这不堪一击的身躯，你哪来力气救我？我们真是天生一对，你是树枝，我是火，反正都已经死了，就让身体一起毁灭。对不起啊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是你自己的血，觉得痛吗？一点都不痛是吧？对不起，我也不替你难过。我们都一样，都已经死，两个死人。你救不了我，我也救不了你。没有人能救得了我们。